啊，主人哩，就是大家代志，啊，无要等国家要解决，伫社会部门，部门，好困难，因为我五岁的时候就没有部门这个字，部门，再一次，主人哩。居林民考的时间吼，居林民就是家己国家的问题啊，亲像和三峡翻新和教育普遍循环经济，安尼国家是要解决迄个问题，啊，不过那是社会部门的朋友了解讲，阮嘛会通来解决迄个问题。伊就无要等政府啊，伊就变作临时，临时吼，再一次，对不起，真的是很困难。OK， 再一次，居林民，就是社会创新，机关，我不能讲组织，我们都说社群，社群到底要讲什么？社群，但这个是可以用的字，对，就大家知道社群是 OK。啊，居林民就是社会创新的一个社群啊。若是讲咱家己国家的问题，和教育普遍啊，循环经济啊，国家嘛是有解决。啊，不过若是社会部门的朋友，家己要来解决，伊就家己来解决啊，无免等政府来解决，也就是居林民啊。即像其实这是可能咱政府部门、公部门，因可能有一寡法令，也是讲在工作场所的限制，所以讲会较慢。咱居林民就是讲咱公众的力量，也是民间的力量加入，和咱的推动政策的推赛搁较紧安尼嘛。对，居林民是一个概念。概念。居林民是一个概念，就是家己的国家，家己的。救嘛，是。来救嘛是怪怪的，改起来改善。改善。改起来改善，会看 neutral 呀。好，概念啊，改善，对吧？好，居林民是一个概念，就是家己国家的问题，家己来改善嘛。所以讲，阮伫意大利加拿大。拢有居林民的存在，所以讲无共国家、无共领域的合作，嘛是居林民一个最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像咱其实是有足侪议题，拢会使提出来直接讨论的，对无？包括有啥物种的类型的？对，联合国17项的永续发展的目标，拢是咱人。再来一次，我想不要讲联合国好了，好像又很敏感。全球好了，全球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，对吗？对，所以社会创新本来就是全球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，是全人类、人类。社会创新本来就是全球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。咱针对要同齐来面对甲解决的方法提出来了。大家做伙想办法，对啦。所以像咱这有讲到一个，就是开放原始码，开放原始码，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嘞？开放原始码，你要我很技术的说明，还是就大概的说明？大概的说明哈。因为其实开放原始码，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接触。我想一想。还是你问改成问说，这个开放授权，因为开放授权它不止原始码授权，因为平常人不会用到原始码，但是维基百科大家也许还有一点经验嘛，所以我的回答大概就是说，就跟维基百科一样，就大家想要改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改，不用先去问授权啊，但是你改的部分呢也尽量要公开出来给其他人来继续做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维基百科要怎么讲？Wiki 就好 ，Wiki 就是念英文好了。Wiki， 跟那 Wikipedia 一样。维基比较快可以嘛，听好不好？好，那所以讲，伫 Wikipedia 里底，有真侪百科条目文章，你觉得？文章，就是文章的内容嘛，是讲。真侪内容也怪怪的，有真侪作品创作。
作品创作。创作，嗯，不仅这些创作，嗯那这个就包含图形嘛，就比较广一点啊。所以 Wikipedia 内底有真侪创作，啊，创作的人拢是讲，你提起改作，改作好像没有一个。改下来是讲你有家己的想法。嗯，不是呢，是干那 remix 那样 ，remix 也没有一个台语。你说为什么很需要爱台语？就是所有这些新的概念混搭什么东西都会卡住。对，这真的太新了。因为这个领域其实本身都已经有点陌生了，更不光这代意。对啊，因为像混搭，其实这个就算在 Mandarin 也是最近才用的一个词。混搭。对，就是说，其实概念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别人创作的作品拼起来变自己的作品啊。嗯。跟着这个概念。还是讲结合，还是讲甲别人的作品结合安尼，但是算结合。还是说我们用衍生创作，就是法律概念啦、啊。嗯嗯嗯。孙塞孙。衍生。衍生。嘿，衍生个创作。衍生个创作。嘿。所以讲 ，Wikipedia 就是真侪人的创作，放伫遮。啊，你要衍生衍生去创作来的时阵，你怎么讲呢？就是不用先问过他，唔免问伊个。问作家。不用作家，你就会当去衍生的创作。那你的创作嘛是尽量去开放出来，和未来的人，也不要未来啊，和大家，和大家来使用，来利用，这样应该可以吗？所以像开放授权，伊这其实是某部分来讲，那是讲知识伊会使一直流通的，对无？就是无限制讲咱知识物件着掌握伫少部分的人的手头，或者是讲你有机会，你有钱，你才有法度去学着安尼。对啊，对，亲像是 Wikipedia 有真侪的创作，你若是要引申去引申看在一次，亲像 Wikipedia 有真侪创作的内容。你若是要延伸去创作，你唔免去问迄个作家，你就会使去利用。啊，不过你嘛是要尽量去开放出来，予大家嘛会使去利用。所以像咱唐凤正伟，你当初有做一个盲点，你当初有啥物想要做盲点咧？这里就很政治啦，因为盲点是客家话嘛，那客家话我应该说阿嘎。在你们节目的那个 language policy 是什么？客家 K 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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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所以讲客语、啊台语、甲华语，啊嘛是有阿 miss， 就对对阿 miss 就会使阿 miss 关注民族的语言嘛，那就把阿 miss 就好了，对，这个就不用硬翻哈，对，好，那所以说蒙点所以反正我在讲就是说蒙点它是包含台湾很多的语言。包含客语啊、台语啊、阿米斯啊等等，把它就是全部放在一起，那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，就是这些不同的，我们要把它叫什么文化？嗯，无共的文化。无共的文化。嗯。还是我们要讲多语的。德文。德文，德文是现在是就是一般用词嘛？对对。德文的。文化跟语言安尼。这讲就得。就这，好像台语不很少讲。对啊，多元有点。但是现在会，真的哦。对，德文的中文，德文的语言，德文的文化。德文的语言，德文的文化。嗯嗯。就德文的文化就好了。嗯。这样就一路从原生文化就算，其实对。好，那可以。好。
这其实是讲，可能你还袂做蒙面进前，大家查到拢是华语字典的对，华语的书典，所以你想要甲伊遮个资源拢去合作会，进合作会。本来伫教育部是华语有华语的书店，台语有台语的，客语有客语，客语，可是其实客语不算词典，好吧，那就随便了，我们就。都说话的音调没有，其实词典嘛，其实词典啊，对，因为其实本来教育部有一个客家常用语的词典，它就是一个网站，对，那然后四海大平安南还有不同的，所以不过我都叫客语，应该不会被怎么样吧？对 ，OK， 对，但是阿密斯如果被这个当做原住民代表，就会怎么样了？所以这两个 language politics 还是不一样，所以我应该要说华语有华语的。其实有好几个字典嘛，在教育部有什么小词典啊，有什么什么之类，所以讲华语有一挂，有真侪，也没有到真侪。相对其他的语言是较侪。相对其他的语言，资源较侪一挂。对，教育部一滴华语的资源是较侪啦。那台语有台语的词典。我们要说词典还是字典？书店，书店，书店，刚刚他古早话讲书店，书店好像比较古雅那种感觉，啊，那就书店。台语有台语的书店，啊，客语有客语的书店，啊，网店就是可以放伫一个网店，网站，一个网站内边，啊，让大家较简单就会使了解多元的。语言较多元，语言较文化。所以像网店后续感觉有啥物延伸吗？感觉没有，我刚刚那一段要重新录一次，那个是好太那个了，对对对，太卡了，对对对。啊，那咱再来讲，咱当初有啥物做网店？教育部，教育部伫华语是有较侪资源，教育部伫华语是有较侪资源。啊，唔过教育部伫台语，啊，伫客语，啊，伫阿密斯，嘛是有网站，所以讲网点就是甲迄个无共的网站，互伊放伫即个网站内底，阮就会使足简单的去了解多元的语言，语言嘛，语言对，文读白读对，再来一次，教育部本来就有真侪资源，和华语的书店，书店。教育部本来伫华语内底就有真侪资源，有真侪书店。啊，毋过台语甲客语嘛是有，所以讲门店就是甲迄个无共的语言，我每次都讲错，语言。文读真的不是我的强项，再来一次。教育部本来就有甲华语有真侪资源，去书店网站，啊，不过伫台语啊甲客语嘛是有，所以讲网点就是甲伊拢创做伙，伫一个网站就会使了解多元的语言，啊，伫阿密斯啊嘛是有。所以因为网点伊咧查其实是足好查的，甲一般传统的比起来是足好用的。这是嘛提供你的技术来甲伊优化的对，可以查询的功能搁较好安尼。对，啊，不过，我这边要讲的是说，其实伫网，就不过这就有一点点 verbals， 就我本来要讲的是说，其实蒙点是很多不同的朋友，每个贡献自己的，好比像说余波泉老师，他就贡献了通用拼音的部分，那每一个不同主张的人啊，他都可以在蒙点里面去把他的那个部分把它像拼拼图一样拼起来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提余波泉老师是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那我想这一题还是跳过好OK 好，我后来有一个问题是我后来读到，但是我没列的，就是说例子他有提到说他跟你认识，其实是伫咧做蒙点的时阵。对，伊伫教育部内底。对，你也才刚讲一下这个过程无？你当初要做蒙点，啊，你去找教育部台语迄边的接洽、接洽的人员，就是伊安尼。
好，我本来伫蒙店内底内底，本来伫蒙店内底，台语甲华语是无迄个 mapping table， mapping table 要怎么讲？互相对照表，互相去对角诶。互相对角，互相对角。其实少女台语比较好，应该你也接受访问。我今天打不出来。尽量讲，安内较歹讲，安内会使混国语进去嘛？尽量嘛，对对。伫蒙店内底，本来华语诶甲台语诶部分是无互相对焦诶。毋过教育部有迄个资料，所以讲我就写一个批去教育部部长诶信箱，电子邮件。就写给部长就好了，下配好国定了就好了，下配好国定了。这个时态要很正确啊，这必须要是2013年了，不是说我现在去教育部长做什么。对。那就写信给教育部好了。蒙典，第李控一三好了。蒙典第李控一三年的时阵。华语的部分甲台语的部分是无互相对焦的，不过教育部有一个资料，所以讲我就下批给教育部 ，and 然后 Liz 我要叫他什么 Liz 就可以了。对，好。在2013年的时阵，蒙典的国语的部分不对，在2013年的时阵，蒙典华语的部分。这有点 retroactive， 因为当时是叫国语，没有错。在2013年，在蒙典华语的部分跟台语的部分是无互相对焦的。不过教育部有一挂的资料，所以讲我就下推在教育部。教育部的人员就是例子。所以有讲有讲，你迄阵在甲伊计较时阵，你想讲过程哪会遮顺利？对啊，对啊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讲，我写予伊，伊就写回来，讲回批吼。我写予伊，伊就回批予我，真正是足顺利的。所以其实伊嘛是足认同你做咧做物件的着，所以伊提供伊的专家予你安尼吗？就是安尼。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说，所以他就从教育部辞职加入临时政府那我就把他吸收过来了。现在我用这个身份讲，然后哪里怪怪的？所以我那是安尼哦。你看，真正是啊。我那一时就够有波形安尼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球还是要做给教育部，所以说对的，就是我真正认同，认同嘛，认同嘛，好。我真正认同啊，教育部的同事同齐甲大家来做伴。至于是靠辞职来做伴，我们就不提了。你老尾伊在提案时阵，你刚才属生，你刚才要来提这个？我知。啊，是你有讲过吗？是讲对，咱有一个蒙典的蒙典的黑客松，黑客松日常上有个翻译。叫什么？你讲用 hack song 啊？ hack song 哈。例子讲 hack song。hack song 哈。他好像有个翻译叫什么 hack song， 就是协作就很爽，对。我讲 hack 是有点。hack song。嘿，嘿，大家看清日文。好，蒙典啊，伊是伫2013年开始，有蒙典家己的 hack song， 类似嘛是有来提案嘛。提案，好，再来一次。蒙典本来就有一个蒙典的黑客松，Liz 嘛是有来提案。所以像伊在提案，其实是你有甲建议嘛，是讲恁做伙讨论这个想法，讲会使过来做一个爱台语安尼。做爱台语是伊的这叫 initiative， 我就想提案好了。好，做爱台语是伊的提案，不过我是尽量有互伊斗相共安尼。你这边提供什么款的帮助呢？那就很多啦，这就很多技术成分啦，这有必要吗？技术上的东西是吗？那不然就说那个 iDAE 它不是有一个 logo 吗？哦，对，那 logo 一开始是我画的，对，是不是大家比较直观一点呢？好啊，好啊。logo 要讲什么？也是给盖良是安怎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视觉 logo 在台语。讲什么？
就这个视觉标志了，就是王公 logo， 英文叫 logo 嘛。那我们华语现在也都是直接讲 logo。logo 对啊。对 logo 对 SL。对啊。好，看一下。那所以 logo 是要说用画的还是说设计的？好像设计的比较多。嗯，用设计。设计。嘿，就是你设计。我设计。嘿，啊，你会使讲就是你设计概念是啥物？为啥物要用安尼？设计师是设计。设计师。师。设计。设计师。设计师。设计师。好。概念。其实我已经忘记了，概念是什么？你跟我两个对话框。对啦，好像什么小精灵啊，什么东西的、啊，有个爱心呢、啊。循环。循环嘛，爱塞，嘿，设计循环。设计循环。所以就是互相对话，互相对话。刚刚对话怎么讲？交流。交流，互相恭维。互相恭维交流。因为语言上重要就是爱讲嘛，对啊，好，那这句话很好，我就直接讲了。所以讲，语言上重要的就是爱讲啦。所以讲，爱台语本来迄个 logo，我嘛是有斗三工去设计，设计，反正五岁没有的词我就不会讲设计。语言本来就是要讲嘛。所以讲爱台语本来的 logo， 我嘛是有斗三工去设计。设计的概念就是互相交流、互相讲话安尼。所以伊内底其实有唱两个对话框底下着着，爱详细看。对啊，讲着。好，多谢。谢谢。谢谢你。试看嘛，对啊。对啊，试看嘛。无同款的，听啊。语言就是要讲啊。对啊，听啊。讲唔对嘛，无要紧，听有上要紧的，对啊。听有就好啊，听有就好。